弟弟吴越第一轮看到哥哥频频受罚，不仅不表示同情，反而落井下石，终于遭到现场观众的怀疑，最终以14票被认定为忽悠嫌疑人。观众的选择是正确的吗？请你现在用手摸一下顺序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郭老师，我跳哪个？哪都行。哎，你看，你挑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还是别的？我不知道这个大夫是不是忽悠我。大夫是好大夫。六，主持人。六，主持人差点。六，那个兄弟，那个存款密码是多少？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走，来不及了。我不六六。哎，我说六，他就不选六。六，是吧？我来一。好，一好，好，那边那是一啊。啊？什么东西？我听叫唤。不是，我这个要别的，我不敢摸啊。哎，我躲得远点啊。好，现在开始。没事啊，逗你玩呢，跳河一闭眼的事儿。你这摸一下，当啷一下子，1.8米大高个，真的。嗯，你就蹦桌子上去了。您就摸吧啊，你媳妇有我照顾了啊。哟嚯，好家伙，真是亲哥们儿。哎呦，你别吓我。上。你这么弄，他真咬你！我跟你讲，你拿一个手指头，你想如果废了的话，还有四个手指头可以拿筷子。你一个一个手指头碰。如果郭老师要让我去他这个德云社看看，我就摸一把，怎么样？让你去，没问题。你要去德云社干嘛？我去德云社，我跟您学习。哦，你往右摸，一下就摸着了。好，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其实。用我！行嘞，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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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快来人呐！揭掉您的眼罩！别动，别动啊，别动啊！千万别动！我跟你要动的话，咱哥俩都没了啊！别动，别着急，别害怕，让他自己回去啊！哦，蛇！来，我们恭喜一下吴越。吴越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回来吧。